我们要你原本东西可以拿出来吧？不然你旧的东西他不会把你删掉，也不会处理，但是不能再新增，也不能重复。现在不能新增了。就是10月3号以后。那他要改成 OneNote， 他要怎么买？改成什么 ？OneNote。OneNote 是什么？OneNote。OneNote 是什么？是，你讲是打数字那个空间吗？还是 Windows？ Windows， 可是它你还是没有它的那个云端作业系统啊。Windows， 它就是云端作业系统。可是它可以编辑吗？可以。它不是你讲的是 Office 360，不是，是 OneNote， 它里面有这东西啊。有啊。OK。它付费是用。可是你们只要买空间就可以用。买空间就 OK。买空间这样。反正赚钱了，反正赚钱嘛。好 ，OK， 我们来看了。好，它这一个强力的这个氦原子核，啊，但我们现在可以不用氦的原子核，你用别的东西去撞子的时候呢，把它撞破了，它发现我撞到这边加电场，就发现呢有的会，你看吧，假设加电场之后发现这被撞破之后有些往这边偏的，有些往这边偏的，有些没有偏的。我这个角度不一样的东西，对，那我可以看到偏的角度，所以可以呈现是不同的粒子。对，我电场是一样的嘛，我撞完之后它可以看到偏多少。可是你撞破的时候，你不一定每一个受力都一样，是不是会不一样？再讲一遍。你把那些撞破里面喷出来的东西，每一个东西的受力应该是不一样。对，所以你要去分析它的状况，就是从它角度可以分析，它速度很快的，它偏的比较少。速度很慢的偏的比较快比较多，对，另外可能性是它带电量的问题，所以科学家收集这些讯息之后再经过一个分析，所以呢每次大强子对撞机在欧洲大强子对撞机它每次撞几次，你让它所有的数据，这些数据它分析要分析多久吗？它没有毁灭一个州了，它电力可以，它电力供应大概是可以供应一个州，也许是一个月的电力，它电力消耗会很大，但他同样得到的数据也非常多，光去分析这些数据哦，你看，砰，那一刹那，不到一秒钟，可能就几千万分之一秒钟所产生的资料，他分析大概可以分析半年以上到一年之间，他才可以分析说有没有新的粒子生成，啊，他的分析的数据，所以他可以看到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这简单来看到说，哦，有些带正电，有些带负电，有些不带电。但实际上没有，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他们做实验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这一段，大部分都是往下，啊，少部分往上的呢，角度都很小。所以分析是角度很小，这是电子嘛，因为它质量很小，质量很小，但它偏得很大，啊，它偏得很大。质量很小，偏的很大，这是电子。质量很大的，偏的很小嘛，它不太受力，那个加速变很小，啊。所以大家发现，这电子我们管它电子已经知道了，但是这边就有新的例子了，有些带正电，有些不带电，所以就开始推测说，我原来原子核里面的东西，有些是带正电的，有些是不带电的，啊，就这样被推测出来了，啊。所以整个原子结构大致上就被定义出来了，大概长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再做分析，说，到底是带什么电，或者它质子的关系是什么？后面就推测到整个周期表的形成哦。好，所以周期表里面的原子序啊、质量数啊、原子量之间的关系，大致上是我们可以知道原子的结构知道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哈？经过分析发现，中子的质量约略等于质子的质量，电子的质量约略等于1800分之1质子的质量。怎么解释？这个电子质量是基本上这样小，所以我们就让你考虑。所以我们在定义一个元素的时候，假设原子量嘛，一个元素的原子量，比如说假设 H7， 现在原子量，我们课本上是写一，周期表上是原子量写多少？原子量是1.00794，对不对？啊，那个。
啊，1.00794，啊，分之一，碳呢多少？12。啊，你看哦，碳是12.00。12.01哈，好，实际上在这边我们会看到这边小数点，可是实际上是在定义，我们在定义开始定义，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容易获得碳嘛，碳的纯的元素，碳的比较容易被获得，量也比较大。第二个要找到金子，金子很贵，而碳相对便宜，所以找到纯碳比较容易嘛。所以那时候科学家在研究这个原子的时候，他是用碳来做分析，所以我们就先定义一个值。碳12，一摩12公克，这些被定义出来了，这件事情是被定义出来的，因为一摩这件事情是一个，一摩是一个测量值，一摩是一个测量值，是怎么被测量出来的？他先拿碳12公克，精确的称碳12公克的时候。去分析里面有多少碳的原子，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怎么分析这一克的碳到底有多少个原子？他用数的吗？原子我拿出来嘛，没办法，单一的原子拿出来，对不对？所以他等到这碳里面有6.02×10^23原子 ，ES 等于什么？他等到里面有。6.02×10^23，可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啊，这是估计值啊，这是准确值。你看它的这，所以这个也是测量的结果，这不是算出来的，这绝对不是一个一个算出来的。如果是一个一个算出来，那一定是可以的，一定是6.02×10^23^24，好，他说我假设我是一个算出来，你要写在上。你刚刚小数点。我多一个 G 啊？没有 G 啊，八。没有小数点的，这是算出来的，这是数数数出来的吧？假设我今天是科学家一个一个原子这样数的话，我已经数出刚刚好个数嘛，对不对？那因为它不是死的哈，它是估算的，所以后面这边全部是零，对不对？这个6.02这个二是估计值，它是计算，它测量出来的。那问题它怎么测量出来的？好，这是摩尔测量出来的，所以它叫做摩尔状况。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作业。我们如果只写重点太少了，这个作业就是回家查查看，查一下到底摩尔怎么搞清楚。12克的碳到底是几个碳原子所构成的？摩怎么搞清楚的？摩怎么测量出来的？对，作业是啊，作业是这个6.02×10^23怎么找出来的？啊，6.02×10^23这个数字是怎么被测量出来的？它怎么有能力在？那时候的科技水准之下，测量出这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被我们用了100多年，将近200年都没有被否定掉，然后这个数字还蛮正确的，明白吧？哎，如果文章它不开放，就是不开放免费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学习要怎么？对啊，所以我很想办法。要学校买？学校可以买，它有那个教育版。它有教育版可以申请，我没有去研究，因为它有点复杂，我没去申请，没去研究。它有免费的教育版可以申请，那但是申请完有缺点，就是大家都要转到这个用户底下，就是它有个转换的过程，就是这个学校的每个同学就必须依附在这个账号下面再申请新的账号，这个部分有点小复杂，我没搞清楚。好，这个作业哈，记得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跟它做比较的，所以我们现在去分析啊，那我今天有一个东西跟它反应，我怎么去反应，然后我去推测我的
因为你要知道哈，这个质量质子数跟中子数的质量实际上不会等的嘛，中子数跟质量数的质量就是不会等的，它质量不会等的。所以假设某个元素，就碳好了，我们讲碳十二，我们当它里面有六个中子，六个质子。同样道理，假设我现在知道另外一个元素是，比如是氦好了，就只能用碳。我们找一个好钠。钠的原子序多少？麦多少朋友？钠的原子序14的。应该是吗？看看。一个元素。14吗？哦，看我们公司。行哈。好，钠的原子序11。好，钠的原子量多少？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钠是23，少部分钠是22。好，好了，我取23来看好了。我钠23的时候，假如说我中子有几个？12个，质子有11个。好了，那我跟它来对照，我的质量会是它的将近两倍。将近两倍，会是它将近两倍吗？会不会小数点？会有小数点，会有一个误差，但是我们就是用这个当标准之后，去取那个平均值、误差值出来当成我们的结果。所以钠23的时候，理论上也不会是23嘛，这个原子量不是23，假设现在碳12，原子量12的时候，这边也不会是23，可是23.0001左右，也许这样。因为其他东西不会是整数的哈，只有碳十二是整数，因为碳十二被决定的。也就是当你取钠23的时候，取它6.02×10^23的时候，它的重量不会是刚好它的倍数，假如它是12，我这边不会是23，它就是小数点。因为质子跟中子的重量不会一样，中子可能稍微重一点点。中子比质子大，中子所以它会有一个小数点在后面，大致上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开始说的原子量的决定是以碳十二做标准 ，OK， 这样明白吗？碳十二做标准，所以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一摩尔是怎么来的哈。好，质子数、中子数跟质量数之间的关系，我们不用再讲了吧？需要再解释一下吗？你要不用，我们就简单稍微小小的测验一下好了。请问一下，告诉我一下 ，A G 的原子量多少 ？A G 是银吗 ？A G 是银，是用的。47。好，原子序。原子序107。原子序107。Yes。哦，原子序17，那原子量就是17，原子量多少？107.682，所以大部分是108，少部分是107，对不对？好，那我们取108好，108，所以它的电子数有多少？电子数47，质子数。中子数61 ，OK， 好，所以这样没问题哈。所以这是之间的关系嘛，我们可以从周期表嘛知道说它的中子数有多少，它的电子数是不是都可以从原子序知道 ？OK， 好，好，这样讲化合物，刚刚太快，今天还好哈，还这个，这个24就讲完了。对，这样我不知道写什么重点。有啊，是有重点。他讲个故事。重点就是故事吗？对，把故事描述一下。有一天，有一个人发现了一个东西，太阳杀掉多元子，
所以其实周期表这个事情的定义，周期表这个被发现，门德列夫啊，他也真有趣啊。门德列夫他定出周期表这个过程，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你听过这个故事吗？门德列夫怎么定出周期表？他很有想象力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排列哈，因为那时期在门德列夫提出的周期表之前。还好，明天还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因为那时候没有发现所有的原子哦，没有发现所有的原子，所以有些牌说那这么多缺又缺，他就有找到七哈，七是一哈，有找到氦可能是哦，氦是二四，有可能找到乙碳六十二，可能找到乙对不对？银这东西占四七一零八，可能找到金，可能找到铜，可能找到一些元素。非常把这些看起来没有关系的元素排成一张表，所以有些人的做法也很简单啊，他说就是一张表嘛，我就把它排成，那就从开始啊，七一个，接下来是氦，接下来是乙，接下来是什么，就让它排，就让它这样排序下来嘛，就排成一大张表。可是这没有关系啊，这看不出什么特别东西。那有些人他之间好像有关系，好，那就按照二的倍数来排，我就按照十的倍数来排。我都按照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急着慢排，可是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哈。那门德列夫听说他，因为他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有学音乐，他音乐也还不错，所以他就有一天，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刚好在听音乐，在谱曲，后来睡着，他就感觉到这个五线谱啊，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七个音符。跟周期表之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他就定出周期表。一开始他是以八为单位嘛，对，一到一二先拿掉之后，三到十嘛，对不对？接下来是多少？十一到十八，他定出这样的感觉上有这样的规律的关系存在，他就定出他的周期表，他周期表他排出来。那当然后面有一些小修正啊，像什么过渡元素什么，它有些小修正，但是基本上整个架构是它都这样定下来。好，那我们回来这个化合物哈，分子化合物。所以元素的架构，原子的架构，我们来说，那化合物是什么？化合物是什么？为什么有化合物呢？根据我们之前学的，化合物是什么？化合物的定义是什么？两种以上的元素由化学的反应结果而成。OK， 两种以上的元素经过化合反应组合成一个新的结构，稳定的结构。好，这是化合物生成的过程。那所以简单来讲，化合物或换个角度讲，化合物是怎么形成的？它一个经过化合，那化合这个重组，对重组，化合这个过程是让它做重组，但是它拿什么东西来重组？拿元素，元素对，元素，就像乐高，它组合一定有一个凹一个凸相组在一起，对不对？那一个元素，假设我给你们看元素。我这边有氧元素，它怎么组合在一起？电子怎么样？透过电子怎么样？丢来丢去。啊，透过丢电子之间丢来丢去，或电子的交换。好，电子的交换。简单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从周期表知道，或者我们现在反过来用一个叫做事后诸葛的概念看它的话，我们知道原子大部分的原子是不稳定的，对不对？从氢到氦，
汤跟底皮铜碳氮氧氟奶，对，只有碳奶是稳定的，这些都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意思是什么？这些不稳定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稳定？什么叫不稳定？稳定它的电子都齐全吗？稳定什么？稳定，稳定跟不稳定，我是讲这东西很稳定。这个东西很不稳定，或这个人很稳定，这个人不稳定。我们先不考虑那，先不要跳那么远，我们先从简单观察一个现象：这个物体稳定，这个物体不稳定。你为什么说这个物体不稳定？它拿的电阻，电子数不是很刚好。这个都，这跟事情要跳太快了，你就不要看到那个后面的东西，先看表面的东西。稳定就是不要跟它连续做好不好和啊，不稳定就是容易让别人。就是你在自然界发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单独存在的，或者是都跟别人化合在一起。如果你看到大部分都是跟别人化合在一起，你就说它比较不稳定。所以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基本上不会单独存在，只有氦跟氖会单独存在。所以说氦跟氖是很稳定的。啊，这是说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结果。所以科学家从这个结果再往下分析嘛，为什么这样？所以说我们可以动一条条。那它有两个电子，会不会它两个电子是稳定的？它有十个电子，会不会？它假设是一圈一圈的话，第二圈的电子减二等于八嘛，所以它第二圈的电子有八个也是一种稳定态，所以它就用这种角度去思考的问题。如果以这个角度去思考是正确的话呢，它外围只有七个电子，所以它缺一个电子。这个呢，外围有一个电子。所以它多一个电子，所以如果把它这个电子丢给它的话，它就稳定。果然我们可以看到，它应该谁先？所以它是应该是锂，这叫做锂，氟化锂，这叫氟化锂哈。氟化锂，这东西有，这东西存在嘛，而且它很容易生成，而且生成之后就稳定。它用来干嘛？啊，它是一个，它用来干嘛的？我不知道用来干嘛的。我不信它用来干嘛，但是它很容易生成，它这两个人在一起反应很容易反应，而且反应是很激烈的。它反应很激烈，反应完之后就不稳定，这两个不能被拆散的。不能被拆散，那我不是用这解释的通吗？你看他如果把一个电子给他的话，他就稳定了。所以他们交换了一个电子，也就是说，如果你给一个电子给到氟身上去，这氟外围是八个电子稳定，那你的外围是零个电子，实际上它第一层是两个电子稳定了。所以基本上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可以很稳定的存在，而且是相当稳定，所以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变成从不稳定态变成稳定态，所以整个化合的过程是重组，重组的过程是要透过交换电子，好，交换电子才得到一个重组的特性，然后就得到一个稳定的化合物。所以基本上化合物都是一个稳定态，我们会得到一个化合物是因为它稳定，它从个不稳定的现象变成稳定现象，所以说它的元素。化合物可以这样讲，相对于各化合物的各单个元素的时候，元素是不稳定的，所以组合成化合物的时候，化合物是稳定的，这样。啊，就跟你讲说，一个锂它三个电子，然后很多个锂在一起，会不会让它自己就变成稳定？很多锂自己在一起，会不会变得稳定？就是把可能把其中一个锂加到八个电子，跟十个电子。就金属来讲的话，它是可以这个样子，它可以暂时稳定。比如说像锂金属或者铁金属，它本身是金属很多，它的电子有多嘛？这电子呢之间没有错，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电子是有可能说，因为那比如说这件事是对的哈，我在一团。假设那有原子核，
定的。我的电子在里面跑，我电子上可以在里面跑来跑去的。就当我电子够多的时候，电子够多的时候，它在这里面会取得一个暂时的稳定，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假设我所有的电子都集中到它身上旁边去了，我看到第二层的能阶里面跑出了八个电子，也都跑了八个电子，你觉得它稳不稳定？你看它原子核只有三个正哦，第一层应用掉了两个电子，所以它外围有四个电子。你觉得对这个锂原子来讲的话，它在大的电子待了久待不久？为什么？拉不住。对，拉不住嘛。它中间只有三个正电，拉住四个负电，拉不住啊。而且这十个负电彼此本身有排斥力，对不对？负负相斥嘛。对，负电跟负电会相斥，所以它拉不住啊，它彼此会排斥，会弹走。所以那十个这八个电子实际上本来就待不住，所以它只是暂时的稳定一下下。就会弹走，弹走弹到那以后，它可能弹到这边来，这边刚刚维持正是八个，暂时稳定一下，但是它还是不稳定啊，再弹走，再弹到这边来，这整个电子在里面是流动的。好，基本上金属的概念，金属的意义是它原子核是镶在一群电子当中，这群电子本身是可以自由移动，所以你看到金属为什么说金属可以导电？因为电子在外面，因为电子盘是在里面自由来游去的。啊，电子是跑来跑去的，所以我给了负电，这负电跑到哪里？反正负电就平均分散就好了。我原子那么多，平均分散一下，啊，我就还可以得到一个暂时的稳定啊。啊，除非说，我的表面碰到水，我表面碰到水，水碰到来，因为它外围都是电子啊，我水碰到来，水，你看水是 H2O 对不对？所以 O 带两个 H。我带两个 H， 谁带正电，谁带负电？这个角落跟这个角落，谁比较偏正电，谁比较偏负电？这个轻正电。轻是正电，然后这边偏负电，对不对？好，电这个金属外围基本上都是以电子居多。就它来讲的话，谁需要电子？氧需要电子，所以氧就可能靠上来，对不对？氧靠上来，可是氧有时候靠不太上来，就。氧本身带负电，它本身带负电，所以它实际上是会排斥的。但如果说有办法靠上来的时候呢，那本上面从它就得到电子，电子来回去的时候，它会把电子也给回去，所以氢会变成氢分子跑掉，氧就跟它结合，氧就跟假设是锂好了，锂就会就变氧一氧化二锂。对不对？你是一个电子嘛，对不对？电子会给到氧，所以它一样会是白色 H2O 会变 Li2O， 它就可以把它取代掉，氢就跑掉啊。但是事实上，锂是有可能，因为锂的活性比氢大，锂比容易比它反应反应，这个情形就会发生。就是你把这东西泡到水里去的时候呢，它马上成为氢气。它锂会把水分子里面的氢给赶走，那跟氧反应，它把氧给夺过来，好，一样的概念哈，它产生一个氧化锂，它氢就跑掉，就变成生锈。它跟生锈，这样它的生锈比较特别哦，它生锈这东西，它大部分的生锈都像铁一样，铁锈质地是怎么样？铁锈。粗糙，然后它是比较松软的。我们如果换台语讲的话，就怕法就是，比如你去敲墙壁，很扎实；你去敲水那个泥土的墙壁，可能就觉得很松软。怕法就是敲中间感觉有空隙，这样敲一下它掉下来这样。一般的氧化物哈，金属氧化物都是这个结构，只有铝啊，铝有些少部分的金属的氧化物，它变成比较直。质地比较紧密的结构，它会变成一个保护层。像铝合金，它的氧化铝会变成一个保护层哈，它比较质地比较紧密。但大部分的金属的氧化都是比较松软的，它就会跑掉，它就变一颗一颗就跑掉了。啊，它的氧化都跑掉，就跟锡是生锈嘛。好，所以其实这边
在这边呢、啊，它其实叫做这个交换电子啊，有的我们就叫做它叫做价电子，就是你有多少价电子，就是说你可以在我活动的时候，在你活动的时候讲，就是说有几只手可以跟别人拉在一起，你伸出手嘛，你要给个电子，对不对？想要握到手，握到两只手，所以这都是你的需求的关系。可是假设这东西的，像这东西给的很清楚，是你很不想要，养很想要，所以基本上都会偏一边，变成偏一边。这东西就叫做离子键哈，离子键。离子键的意思是说，这个原子跟这个原子这两个元素结合的时候呢，它很不想要电子，它要把电子给了它。所以给了它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原子的周围比较偏负电，这个原子的周围比较偏正电。当这个东西形成之后，就说这东西有的，它形成一个分子之后，会可以看出来这边这个角落带正电，这个角落带负电。那整个原子来，整个化合物来讲是不带电的，电动性还是维持电动性嘛，正电负电是一样多。但是在这里面会局部这边带正电，局部带负电，所以这就叫离子键。假设是氧也是一样，氧跟氢结合之后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嘛，这个角落会带正电，这角落会带正电，这角落会带负电。好，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离子键，啊，把电给出去。啊，那除了离子键还有什么键？光键。啊？爽键。有没有那种键是说嘴键？你想要的程度跟我想要的程度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彼此，我借你，你借我，借我借你，借来借去，达到一个平，碳怎么样？碳跟谁结合？碳跟氧结合，对啊，碳跟碳结合。钻石。碳跟碳的结合，这中间因为都是碳，你想要电子，我想要电子，你的强度跟我强度一样多，所以这个电子基本上是分享的。所以这叫做共价键。那共键，然后是第四组的都可以叫做。不是，这个叫做大。还有别的。我们常看到的别的，就氢跟氢呢。氢。这个共价键。大家键。对，氧跟氧呢。也是嘛。氮跟氮呢。氮跟氮。对，也是嘛。这都是共价键，因为它是彼此分享电子，这是共价键的一种哈。好，那有别的铁和铁呢？什么？那铁跟铁之间算不算共价键？不算。不算了，铁它不是一个元素哦，不是一个化合物哦。你看，我们讲一个化合物，基本上它稳定的结构，这稳定的结构，这稳定的结构，这稳定的结构。可是如果都是铁呢？铁，这边有个铁原子核，旁边都电子哈。这边有个铁原子核，这边有个铁原子核，好，你看我少个铁原子核跟多个铁原子核有没有差别？没有，基本上没有差别哈。还跑不掉。实际上有时候跑得掉，因为它加点热，它有时候会跑掉。啊，它就有可能跑掉，所以这是在金属处理，我们叫冶金啊，冶金的技术里面哈，它也是会用到一些相关的技术，让它加热之后，它原子会表面会产生一些活化，它可能会跑掉，它变一些金属气体，它就跑掉了哈，它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实际上多一个金属，少一个金属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熔态，那是哪一个？熔冶金，好像是反过来的，聚嘛。熔融态的时候呢，就是它因为受到热，它不熔融态的。熔融态的时候，它是所有的金属分子就像水一样。水你看，水的固体是金冰块，冰块溶解之后变冰，对不起，冰块溶解变水，水剩下就像金属的熔融态一样。可是当水要结冰的时候，它开始排列组合的时候，
它排列成固定的晶体哦，它会有一个排列现象。哎，我今天组合在一起，就我们刚才讲，它都是同样大小的球，它排成什么？它尽可能去排成正方形，或者是像我们排成六边形，因为排六边形它才紧密结构嘛，对不对？我们刚才这么讲，它可以排成紧密结构嘛。所以晶髓这样，它排成尽可能是紧密结构，啊，六边形。所以这是一个特性啊，所以它排成紧密结构，它晶体。所以通常在这种状况，我们说这东西叫晶体排列。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分子结构，啊，好不好？这是金属跟化合物之间的差别。好，先讲这边。这样不错，跟我。